最像一个大白的人。大白很很短的，是的。他说哇，他说什么鬼？他说对于一个温馨男的，然后有什么鬼？他说我不知道，他说我下一个广告。我问一下一博老师，一博老师，你穿的这个衣服还灵活吗？还能跳舞吗？穿的这个衣服啊，穿衣服还能跳舞吗？我穿这个衣服不想跳舞。对。